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直接进入下一首。Not sure.在灰色的房间，门外的人数着你不懂的语言，他们吃了杯子询问着你需不需要杯热咖啡。你需要吗？这里不清楚现在是几点，无法计算着时间，与你回答反复的问题一样的话语，却一遍又一遍。你必须小心，也许有些错误将会被发现。Time.
味，味道不是交错加的地点，你才发现到不了终点，又回不了起点。今年不是最后一团，不会再插歌吧？去年没唱到最后一首歌。